现在我敷的是日常补水保湿的维园 B5 雷火面膜，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膜布，膜布是天丝材质的，特别清透亲肤，敷在脸上感觉很薄，而且非常贴合脸型，里面还添加了黑茶成分，能帮助我们的皮肤抗氧化。这款面膜是仙草面膜的升级版，还有前年润之称的金钗石斛，补水效果真的很强大，我平时日常补水和急救都会用它，里面的精华液也特别的多，通常剩下的精华我会连带着脖子一起敷一敷，敷完面膜肌肤水水润润的很舒服，而且因为添加了100%天然纯度保加利亚大马士革玫瑰纯露，补水效果很温和。给大家看一下刚用完面膜之后的皮肤状态，真的是满满的水分啊！还有让我觉得非常惊喜的是，它的莓果、牛油果、欧洲李这三款面膜是有长达8小时的保湿效果哦。让我们一起来打卡它的保湿效果吧。敷完面膜，等过一会儿化妆，妆就会非常服帖，持妆效果很棒，空调房里也不会卡粉哦。夏天想要做水润小仙女，就一起 pick 这一款可以敷的维生素仙草面膜吧。抖音。